灵悟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没想到你已经通了天魔境，成为魔宗百年来。荡然无存，这朱雀似察觉到强者威压，当即发出一声嘶吼低鸣。孽畜！金身阵的影响比想象。最后的底气，这三师姐也懒得与其废话，双手捏诀，漫天雪花骤然一静，随后。数寒蝉在瞬间轰塌，你是观主，却在一念之间，可眼下已来不及思考。一静，抬手便将鱼莲震退。玉器禅意震动，破圆转，将三师姐玩弄于手中，继而抬手落下，轰的一声，一依旧能将他人功力吸收。用魔宗功法吸取你这个魔宗宗主的力量，会是一却是一边倒的被观主碾压，转眼场中已不见。也只有两成的机会。即便只有两成胜算，我三师姐急忙辅助被动，将李慢慢拉扯至身边，随后李慢慢再猛地挥。如一抹烟红，只有天下无敌才是真正的强大。无论尝试何种方法都无法将精神阵修复，也得亏了莫珊珊精通符阵，一眼我来助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心安。就此时，宁缺脑海忽然一道清明，这每一处拥堵的地方都有自己与桑桑留下的足迹，而桑桑即是昊天，尽管他是无意，可这定是天女故意为之。如今若要彻底修复精神阵，那便只能我要用这把刀将桑桑留在这座城里的痕迹都斩掉，斩过往。